长歌已经在准备了。 这就是黑鹰帮，三大帮派中势力最大的。吞并刀疤帮和联合顺势迟早的事。黑鹰堂武功最高的是五鬼，为老大黑长打下今天的地位。现在五鬼只剩下冷皮和鬼面。黑长旁边的那个人是南浦，别看他傻傻的，他杀人靠的是他的嗅觉和眼力。黑长身边的人。 对不起，他们抓走了我的孙女，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啊！堂叔的馄饨，我从小吃到大，吃的最安心。他们让我在馄饨里下毒，我没这么干呢。谢谢堂叔。 好好安葬堂叔。又他妈没搞定，算他命大！黑鹰帮太不讲规矩了，完全没把我们理事会放在眼里。 大家好不容易维持这个局面，现在呢，全乱套了。这帮狗日的王八蛋，邪眉歪眼，阴阳怪气，没个人样，哪有什么帮派的样子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什么邪教呢，我看到就恶心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当初就应该灭掉这个外来帮派。这个黑长半个日本杂种，小日本最变态了。话也不能这么说。 以和为贵嘛，和气生财。想一家独大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。恐怕管不了了。听说他们立了投名状，加入黑鹰帮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干掉刀疤和顺毛。<笑>大家都听到了吧？是他们要打，我没有意见。那就打喽！ 还听说接任务的是几个小丫头，这黑长是不是他妈的有病啊？别忘了当初的五鬼呀、啊！
这几个小丫头也不可小觑呀。我走了。谁让你跟着来的？不是我，哪那么快解决到八包？不要每次都那么逞强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你刚才穿的衣服真的超丑。
南侠，你来了。我去倒水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大侠，你喝水。我不喝，你喝吧。我不喝，我不渴。我这店里生意也不错，今天天气也不错。他游的也不错，尾巴也挺漂亮。他不在那几天，那条鱼很想他。不过今早被别人买走了。不过没关系。其实鱼的记忆很短的，他应该已经忘了，他不会想起来的。Looking back over my life, I can see where I've caused you strife. 鱼真好看。好好照顾他，别把他卖了。我就算把自己卖了，也不会把他卖了，放心。哎，你下次什么时候会再来？我怕他会想你。你不是说鱼的记忆很短吗？听说你们很能打，我们要拜你们为师，让你们加入我们贵族。我们已经在星空下许下诺言，绝不会相互背叛。如果有，喂，妈，俺过年不回去了，没买着火车票啊，俺关了。王子他们已经走掉了。我操，跑得还真他妈快。葬什么爱天团的没有接过来，把手拿开。怎么那么小气呀，摸一下都不行。还是元一的好摸。我们去找元一吧，走。元一，这边去啊。哟，好久没来了你们。老规矩，这碗没有香菜，这碗没有蒜，这碗呐什么都有，慢慢吃。谢谢陈妈。哇，好香好香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当初是你说不加入的，你现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快吃快吃，糊了就不好吃。我们走的路不一样，要的也不同，不用非绑在一起。元一，加入黑鹰帮没想象中那么简单，接下来还不知道会接到什么样的任务。你一个人就不要再逞强了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你们最好早点退出。不管谁和我竞争，我都不会手下留情。面吃完再走嘛。加入黑鹰帮有那么好吗？
再换一个厨师。老大，他们解决了刀疤和顺毛。这帮家伙真是不堪一击。袁一的身份调查过了，和老大预料的一样。一块好材料浪费了。找到鬼女和赤脚龙了。给了他们这么多年时间，你不给我躲远一点，就别怪我。回来了，依依啊，饭菜还在锅里热着呢，趁热赶紧吃了吧。我要加入黑鹰帮。我们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？衣食无忧的，帮派的事情早就跟我们无关了。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里？啊，对了，你不是一直想在海边住吗？我们明天就搬，搬到海边去住。不报仇，我去哪里都不会开心。依依，我们在海边可以养很多的鱼。我已经接他们的任务了。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杀黑长没那么容易，我不允许你这么干。依依，我们搬到海边去住，一起带小金鱼看大海，好不好？大海就是我们家的大鱼缸。才刚走你就开始想他，你说他现在在干嘛？会不会在洗澡？哎，你跟了他这么久，你有没有看过他洗澡？白问了，看过你忘了。不过你以后不准看啊，她是我的女人。你是不是听不见啊？太阳落山了，该给你们几个小泥人洗澡喽。奶奶，吃苹果。哎，
小厨记性最好，诗歌读两遍就背下来了，是个读书的料。依依小时候最懂事了，就是不爱说话，把话都憋在心里。你们三个刚来孤儿院的时候，可怜呐，整天哭着要找爸妈去，可把奶奶累坏了。有一次啊，小七非要找他妈去，抱也抱不住，热极了呀，一口就咬在奶奶脸上了，把我跟袁依依都吓哭了。哎，最近依依怎么没和你们一起来呀？你们是不是吵架了？她最近有点忙，叫我们来问候奶奶。苹果是依依早上送来的。你们是亲姐妹啊，有事好商量嘛。放心吧，奶奶。是不是依依来了？老板，哈，您需要什么服务啊？就保养一下。啊，哎，我们店里啊，有一个套餐，挺适合你的。您这个车啊，泡泡光、打打蜡，那就不是车了。啊？哎，那是您身份的象征。哦，好一个身份的象征！藏得住的是你的身份，藏不住的是你的寂寞。不要再隐藏了，刀王却如风。老板，你要不要来一套？却如风。天下极速都是却如风，所铸之刀锋利无比，无坚不摧。他隐藏于世里，只为高手铸刀，只送不卖。江湖人称刀王，刀王却如风，不要再隐藏自己啦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就是个修车的。老头子，你不要装了，人家都看出来了。闭嘴，你做你的饭中不中啊？人家来了那么多次，你就承认吃会死啊？你少讲两句中不中啊？你那个刀就是被人家看的嘛，就怕别人不晓得你牛逼。不是谁都有资格看我的刀。刀王却如风，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。你也认识我瘸如风？刚刚认识。我的刀这一辈子只送给了三个人，一个是徐良，他已经过世很久了，一个人我不想再提，因为我给了他我就后悔了。只不过我把最好的一把刀给了一个我最重要的人。是谁？我的知心爱人。你个杀青刀的，又去杀一个菜板，什么破刀？啊，是吧？厉害！我即将成为你的第四个人。嗯，我只能是第五个了。哎，小屁孩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你砍过人吗？嗯。那你有没有被人砍过呢？那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拿刀？那你呢？现实强奸了过去，留下的孽种叫回忆，45道吧。他离开我正好是216天13个小时56分72秒。是啊是啊，真正的悲伤是不应该按天来计算的，而是
浸透在这每时每刻里。对对对对对，谁受的情伤有我深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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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难道上帝他妈就不该眷顾我吗？上帝应该是在你眼前遮住了帘，忘了掀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难道没听出来你是在侮辱我们藏爱天团吗？啊！不不不不，我地狱哭歌都听不下去了，我要跟你单挑！我单挑！必须单挑！我不要单挑！单挑！你们要打，出去打！别把我这里搞乱了！单挑！单挑！能不能不打？背叛帮派的鬼女我们找到了，你们去解决她，进入黑鹰堂，给你们地位，老大很看好你们。干什么？大家都是练过的，讲道理啊。说的就是你。王冠掉下来，看着天空，不要让眼泪落下来。走，我是不会丢下你的，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头发。滚。好。哇！上车！车，我平时怎么教导你的？每次关键时刻就没电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充电。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解决了顺毛，后生可畏啊！你为什么要加入黑鹰堂？我要加入最大的帮派。加入黑鹰堂，就是黑鹰帮的人。老大最恨背叛。当年赤峰带他的女儿逃离黑鹰帮，我们奉命追杀，赤角龙杀了赤峰。赤角龙，赤角龙跟赤峰一样，是黑鹰堂五鬼之一。他杀了赤峰以后，带走了他的女儿，逃离了黑鹰帮，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，现在终于找到了线索。你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杀了赤角龙，进入黑鹰堂，给你地位。哼，让我跟着你吧，我可以保护你。你保护好自己就好，我随时都会消失。
爹啊，快点吃吧，菜头要凉了。吃饱了收拾一下，明天一早啊，咱们就离开这里啊，吃吧。当年黑银帮追杀我父亲，你也。长哥已经在准备了。这就是黑鹰帮，三大帮派中势力最大的。吞并刀疤帮和联合顺是迟早的事。黑鹰堂武功最高的是五鬼，为老大黑长打下今天的地位。现在五鬼只剩下冷皮和鬼面。黑长旁边的那个人是南浦，别看他傻傻的，他杀人靠的是他的嗅觉和眼力。黑长身边的人绝不会简单。堂叔，小心烫。小心，小心烫。慢用。堂叔，今天是不是少加了点什么？算了，堂叔。脏了。他们已经知道你的下落了，快离开。鬼女会易容术，她有种怪癖，喜欢吸食女童的血，我们会把她引出来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。这个礼物，他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大侠，怎么了？要不要跟我走？好，在这儿等我。好久不见，龙哥。该来的
还是来了。孩子几岁了？终于忍不住了，嗜血鬼女。这么多年了，黑鹰帮还是放不过我。不过黑长可太小看老娘了，派两个小毛孩子来对付我。
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已经是黑鹰帮的人。现在有一件小事需要你们去处理。元一是赤峰的女儿，她加入黑鹰帮是为了报仇，老大让你们杀了她。我们不会杀元一，也不允许别人伤害他。考虑好了再回答我。老大明天在黑鹰堂等你们。对了，有时间一起去看奶奶。我不会去黑鹰堂，也不会加入黑鹰帮。我现在就退出。如果你要杀元一，先杀了我。王子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大哥，你真是太低调了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这到底怎么了？刀王瘸如风所铸之刀，只有像我这样一等一的高手才有资格拥有。可是他居然把最好的一把给了你，你还要低调到什么时候啊？藏得住的是我的身份，藏不住的是我的寂寞。唉，还是让你们给看出来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们为正义而战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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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城，你今天把我们叫到这里来，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这里我待不习惯。今天叫大家来是要问问大家，刀疤的地盘以后交给我新收的小弟陈七来管，大家有没有意见？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你看他多嫩呢，不如再叫一个搞个双飞嘛，我很厉害的，不过不是在这里，是在我的床上啊。你们玩啊。对不起，我还有事，恕不奉陪，告辞。我也有事，我们也走。走走走。现在大家没有意见了吧？欢迎加入黑鹰堂。去找元一，别来黑鹰堂，他的仇我帮他报。奶奶，我去上学了。不是说今天不上课吗？
小初，报仇也不叫上我，你怎么和陈琦一样喜欢陈强？陈琦，陈琦，不是让你不要过来吗？你们总算是到齐了，搞定他们。社会，几岁啦？我这回家听你妈妈的话，去回家听你妈妈的话，去回家听你妈妈的话去，还不走？交给我们，你去找黑长，你们小心一点。拿刀的，给你，丑的，我来。
还是拿棍子吧。丑还脾气大，啊！
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女朋友？他去找黑长了。这里交给你们了。王志颖，按照这个情形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来晚了？看来我妈妈说的没错，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。你们四处看看，有没有活口？看好。王子，这里有个人装死。把他扶起来，我要和他单挑。起来。杨明德，啊，好了，看来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以后啊也不会加入什么黑社会了。你啊，弟弟，回家吧。回家以后，听你哈哈的话，回去吧，听你娘的话啊。在刀王瘸如风的刀下，算你的幸运。刀王瘸如风最好的刀在这里。喂，我现在在忙，等一下联系啊。云逸，走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哦。暗箭伤人，你要不要脸啊？我操，他还笑了。你想表达什么呢？我操，你还笑？我操，你再笑一个！我操你！带你看全世界最大的鱼缸，怎么样，屌不屌？想不想下去游一下？你还当真啊？你这样下去啊，早变咸鱼了。
老板娘，这是我在超市买的最贵的刀，我们交换吧。我要给我女朋友！真的，这把破刀我早就想扔掉了。小朋友，你也太天真了，这样就想拿走我的刀？你要不跟他换，我就用这把刀剁了你。拿去吧，这是一把正义之刀，为正义而战。奶奶，哎，音乐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，好听。那我给你跳个舞吧。好啊。来，师傅，我们以后会天天来的。我们还没有答应做你们的师傅。我们会用真诚感动你们。奶奶，你要不要晃啊？奶奶，嗨起来！要，你给我一滴眼泪，我就看到你心中全部的海洋。我是巴黎铁塔下的忧伤 baby，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一号老师，一滴泪要，要，要，过去就让它过去，曾经毕竟只是曾经，我就是 forget love， 忘了爱。香烟在长，也不能缩短我的忧伤，你给的伤我用一辈子去忘，我就是上煞，我活着就是一种罪，我就是地狱酷哥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加入黑鹰帮了吧？加入黑鹰帮要杀了刀疤帮和联合顺的老大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已经接了他们的任务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再考虑一下？我没说让你去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。学生？怎么啦？不是学生就不能穿校服啦？奶奶只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样子啊。只要奶奶高兴就好。那原因呢？我问过她了，她不想嫁。